着急怎么回去的时候，正好很感谢这个中国外交部，他们这边包括这边沙巴的领馆跟我就发信息，就告诉我们说有专门的包机回去，所以我当时特别开心。嗯，今天还跟我的朋友们说，我说你看，我坚持在最后的时候，还是国家来管我们，安排包机给我们送回去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举措非常的好。然后作为我们中国的同胞来说，我觉得有中国这么大强一个国家在后面支撑我们，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有信心能把这个疫情给它一定可以抗战下去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